到底会不会让台北县升格哦？让这个今年年底台北县长没办法选哦？真的，分析一下。嗯，我认为哈，这最近这一个礼拜，周锡玮有我说不出道理的，但是很微妙的态度上的转变，或者是有他信得过的人跟他讲的话，或者他自己想通了，我觉得他看得开。你有闻到什么味道？就是不是闻到，看到，看到某味道，那就是比较，我觉得相对上他比较不那么在意，海阔天空了，所以有可能对了。那现在问题只是谁要进？